潮，好潮，潮潮潮爆了！型男美女来上菜，还兼任厨师帮你餐后后，有没有这么好看？58种肉类蔬菜熟食任你吃到饱。午餐时间还寄出4人同行，1人免费，不到400元的划算价格，让人直呼吃到赚到。难怪啊，经营不到2年就要开出分店，是提前1个礼拜预约还吃不到呢。价钱其实比起市面上，我觉得算是不会太高，而且蛮符合学生的要求。如果在外面的话，可能价钱比较高，可是就吃不到像这样的肉。一般寿喜烧被日本人称作是没有汤的火锅，但是对于曾经在烧肉店打工的老板吴耀谦来说，寿喜烧就是有汤的烧肉，可以有更多创意的新吃法。像是老板特别想出以啤酒浸泡牛肉，增添麦香风味。无论是直接品尝，还是包入洋葱或者是泡菜，一样超绝配。觉得超赞的，我都吃很多盘，吃到4盘5盘都还吃不够啊！无限啊，让你吃到爽啊！让老板超推荐的还有精选美国的安格斯黑牛肩，软嫩适中的口感，卷入大把的 cheese， 煮到6-7分的熟度，融化的 cheese 和肉汁完美结合，堪称店内最高人气的创意吃法。想要知道创意寿喜烧还可以怎么吃吗？